大家好，我们是 Into One。我觉得非常高兴，还有非常荣幸，然后我们获得年度最受欢迎组合，对，这是荣誉，对，所以我们会很多努力吧，然后未来也我们希望带来很好的舞台给大家。嗯，觉得我得到新的最好的朋友，所以我、谢谢，我知道我觉得大家都有，我们就是有团魂，更有团魂了、因为我们出来的时候，我觉得我们还有很多地方我们要调整，对，因为我们就其实我们在那个一起练习的时候、我们还有舞蹈啊或者唱歌的部分、我们不能就是同时或者同一个地方做到的、对，然后呢我觉得我们越来越有责任感了、就是每个人都越来越成熟了，而且我觉得他颜色搭配的挺好的，对好，然后今天我搭配的我觉得我就穿比较有那种细节感一点、然后就比较成熟一点嘛，因为以前我会穿比较彩色呀什么什么、今天会穿比较就是看起来年龄大了一点、然后会有那个细节感，然后就穿了一些怎么说喇叭裤、对，就可以加一点点感觉，就是那种有细节感。做电影我去过了，我每一集对，所以我很喜欢。其实我日常的时候我就每天都不一样吧，因为首先我要看我心情，今天想搭配怎么样的衣服，然后呢还要看我们要去哪个地方、因为我觉得衣服就是要搭配那个地方，如果你穿着特别正式的话，但是你去就是不正式的地方会搭配不好，所以我觉得有很多要考虑一下。我首先想先感叹大家中文进步真的都太大了。哇，谢谢谢谢。然后对，最近就是都就是穿得舒服就行，因为最近每天大家都在出通告，很就一直在工作，然后可能我们每一天都要穿，在工作场合穿很多正式的衣服、然后一些西装啊包括大衣之类的，所以平时然后呢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如果我们学新的语言的话、我们不能怕有失误的、因为失误也教我们很多、如果我们不知道哪个是错的、我们不能学对就是正确的办法。不工作的时候很难找到这样赞多在不工作的时候也在工作，对对，他剪视频啊什么什么，对，就是我们没有通告是我的，就正式行程工作的时候他自己会在家里面去自己去做剪辑，然后去还没决定真的真的我觉得他可以做演员还没决定啊，哦，不知道呀，那估计他还是要工作，对，那应该工作吧，拍什么内容啊，就是对对对对对对对，应该对的。